恐龙看来蚊子叮我，击毙你，击毙你，蚊子叮我，我选击毙你，我叮。呵呵，我有一个包了，黑暗魔王该你了。我是黑暗魔王蚊子，我选恐龙看来我叮。我也有包了，我要盯谁呢？盯我，盯我！孩子们，蜜蜂盯人可是很厉害的，你们为什么让我盯你们？因为红包可以兑换假期，我要一直放假。对，还有我。好吧，那我盯你们俩一人一下。孩子们，你们怎么了？我来帮你们，精灵之力。小精灵，你干嘛？干嘛抢我们头上的大包？我这是在帮你们，为什么你们反而生气了？小精灵是这样的，我们谁被盯的包多，谁就可以多放假两天，这是童话小学的新规定。我不知道，对不起了，小贝大宝。没事没事，我们重新开始就是了。蝴蝶姐姐，蝴蝶姐姐，你快来盯我！对啊，蝴蝶姐姐，你快来盯我！对不起，小贝大宝，我们蝴蝶不会盯人，只会传授花粉。这样啊，好吧。这下好了，一个包都没有了，我该怎么增加假期？就是，暑假已经没剩几天了，我的作业还没写完呢。大宝、小贝，你俩干嘛呢？是老师。老师，你不是说谁被盯的包多，谁就能增加假期，所以我们就在等着被盯。离谱，我什么时候说过这种话？你们俩快给我回家写作业去。什么？黑暗魔王骗我们？可恶可恶，黑暗魔王。